二妹，你买点干啥子？你看嘛，你看到那个坑坑没有？上次有一次不是夏天的时候很大。干啥子？你看这个排排式的是。当洪水垮了公路，主要是安全。我们该砌起来吗？哎，等干的时候也包得起吗？大家过路的安全嘛，你说。这排排哪个弄的嘛？政府弄的，政府的那个排排都成了围路了，人都成了。所以就告知大家，这里是垮滩了，要注意安全。你看那里垮得好凶，看到没嘛？那个看垮得好凶。你们修了好久了？修了好好的了。修了。哦。全家齐动也来修公路。这边是不是还是流？不是很危险嘛？人家的车辆过来了就会承担安全隐患，然后我们就把这里修起来，垒起来。垒起来，垒起来没有？这里把这里保护了，这里把那这里把沟通给它穿。你看到没？正好起了个。够狠的是。来，这个把你把它。这个就可以了。这个递给你。那还不够的，石头。就是的。不够。不够啊。要不完大户。哪里有呢？这种小的要不要？小的切那个口口的。要得。那个地要吃，没得了，那石头石头没得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们大不就勾的嘛，这里。哦。那那什么石头就我。这外面是雪，修车太危险了。上洪水还要可怕，你不去了？就是。哎，你来干啥子？我们这屋间呢，有个海鲜哥娘在那在屋。啊，海鲜哥咋子？千里之外，给我们接待了他们家乡的鸡城。真的呀？啊。哇，海鲜哥也太好了哇！这么远就过来呀？啊，一大箱。有十多斤喽！哇，人也太好了吧，海鲜哥，太好了，感谢海鲜哥哈！快来给宝宝收哈，真辛苦了。宝贝，人家我们直播间有个就是的哥哥，人家给我们寄来了，那个啥子鸡城呐？甘南鸡城。甘南鸡城给我们寄来了，好远的地方就寄来了。哦，你还好意的，感谢哈子。就是，你看，今天寄来，今天听到寄来的时候，哎呦，哦，这头边。喂，特别感谢哈，海鲜哥。喂，还有。我的大背手，这里一个舌头，我老泡晕的。耶。好硬喽，这个石头有点硬喽。耶，好硬！这个盖成个好硬。这头石头还挺大的嘛。有了，你给我抱过来。哎呀，还有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嘿嘿嘿。还有吗？我把这一头舌头摘来，真的是不齐齐，比你个砖挂的好。这个上面还要腌一层泥巴在上面，就是相当于缝隙中把它填满。强强把它包起来。你还在忙吗？哦，你也成了一天啊。啊。你做啥子？两斤。老板，别走了，我扯东西，挖甘蔗。这个是我们网上的网友寄来的，来的远哦，江西。这个来的远，这个甘南鸡城很有名的。哦，这个还有29，好呀，你看，这个甘南鸡城。好光红，好漂亮，有香味。嗯，我的大伯看到这个哥哥的安逸，感觉我哈，这个果子就是那么远的给我们寄过来，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海鲜同学了，谢谢。现在花的给我奶奶，好不好？上面哈。
好呗。哎呦，再来，坐好。可以。连我大伯爬山的人都说可以。哦，那爬山。我都忘赶你来上一下。哦，可以来上一下。我这苹果做的好。嗯，好甜。人家那我们这些我们这些地方没得这种子的干子的。吃得很舒服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我们就这样子结束了，希望大家以后来我们的直播间耍，来看我们的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评论、留言一下，谢谢啦。